我来的时候我就20岁，现在14年在中国，身体改变了很多，就是健康，现在健身体很好，但是思想也比较稳定，之前会焦急，会怎么说紧张，但是现在还好，现在很舒服，能来到中国，能看到，能一起面对面说话，然后分享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沟通。第一次来到福州，然后我就很开心，就有这个机会。